我们还有两个多星期就回美国了，大家敢信吗？我们已经回来快两个月了，但是还有很多要做的事情没有做，今天乱七八糟的先把它做掉一点吧。我们首先要去补办一张电话卡，就是我以前一直用的。开开心心送你们去玩好不好？好，先把你们送去玩再说。自己踩水的。你们要不要去游乐场玩？把安全带绑好，叔叔呢？你刷卡就行啊，就充200，充200，然后里面有水的，2块钱一瓶，他们要喝水的话，在二楼，你把他们扔到里面去玩就行了，就不用带着他们到处堆。外面有车，外面的卡在开那里啊，300块的啊，我充了，听话啊，拜拜。今天外面下雨，不知道能不能事情办成，现在没办法下车了，我直接冲进去吧。淋了一会儿雨，补不到了，那个停机太长时间了，超过3个月就补不到了。算了，现在还有另外一个事情要去办，就是以前开开心心小时候家里有一些金器，然后我结婚的时候其实也是没有五金的，没有在国内结婚，所以也没这些习俗。然后他们小时候的一些项链啊，不是那个金镯子呀什么的，我来换一个我自己用。这里面一堆镯子，这是都要换吗还是什么？嗯，可以换吗？可以，可以的。你想换什么？我想自己换个镯子。小孩子的。对，就带变形了。个小猴子。50.89啊，好的。好的，我试一下。这样子配在一起。红了手。哪个好看？我觉得这个还是很灵，这个太细了，你的手粗，跟这款也可以啊。这个好看，就是下面正好有个固定的。嗯，对。那我们就买这个吧，现在还差2000。这个小项链、小葫芦是我买的一条项链，还有这个镯子，决定了。买完了，买了一个镯子，一条很细的链子。还退回了我们几颗金珠子，用不完。Hey babe, 你开开心心。Look where daddy at. Can you take a guess? Me and Louis over at IKEA. Couldn't find anything. So we're about to go. What I'm dealing with, babe. First time to H Mart. Let's see what's in it. This place not bad.It has a lot of stuff. Look, wait. We could bring Kai Kai Sing Sing. They could pick up their own stuff. Look, there's a lot of stuff over here. Look, Kai Kai Sing Sing. A lot of arcade over here. Can you guess where this is? Yep, Hop Hop. Since Louis likes to eat it. Thank you. 我馋榴莲了，回来才吃过2个榴莲。多少？148。好，这一盒肉没有出很多，148。大家觉得划不划算？我觉得稍微小了一点，但是臭是真臭。现在我们去给开开心心买一点零食，就去接他们了。已经今天星星就还有开开跟我说家里没零食了，要让我去买。外婆买，说好了外婆买的。现在就去买。到了，我妈熟门熟路，知道他们喜欢吃什么。这个太多了。不多。你有会员卡吗？今天除了没有办到手机卡，其他都办成了。现在去接开开心心。估计开开心心玩疯了，不肯出来。玩疯了就拿不出来了，再等会儿。来了来了来了。哎，我们家是手机摇眼睛吗？不用。坐好坐好坐好，闻到榴莲了。回家喽！哎，你们两个人，这个是淋的雨还是出的汗啊？想吃东西，把手洗干净。榴莲吃榴莲喽！这148划算的？这划算啊！他还给我退了一点，这个退了这么多回来。婆婆给你买个长臂王。
回美国之前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今天算是也是解决了一些吧。行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